海洋占据了整个地球超过 70% 的面积，充斥住人类文明极尽力都未能够解开的未知谜团。而在已知的探索范围入面，以英国的水域最为特别，因为只在英国水域入面就至少存在了21种的鲨鱼，数量位居全球前段。根据英国每日星报报道，在英国水域的众多鲨鱼品种入面，有一种被称为是活化石的远古奇鲨，就是据信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将近8000万年咁耐的宙腮鲨，一种好似海蛇咁嘅生物。据了解，而家嘅宙腮鲨其实同恐龙时代嘅样貌相差唔远。呢种嘅鲨鱼比起一般嘅鲨鱼唔同，佢哋拥有比起普通鲨鱼多一个嘅6个腮裂，靠盘绕扭曲嘅方式推进游水，有能力吞咗自己身躯一半大细嘅猎物。最特别嘅系，佢哋有300粒针状利齿，唔系用嚟咀嚼，而系活生生咁钉死猎物。不过其实宙腮鲨系一种相对温和嘅鲨鱼，一嚟系佢哋嘅栖息地喺相对深嘅海域，平常日不容易遇到。而根据研究指出，宙腮鲨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25年左右，而且由于极难观察到，所以到现在都未有人知道宙腮鲨捕猎进食的完整过程。